今天一进来也吓一跳，你看怎么人这么多？不是在二级管制吗？怎么会人这么多？我想要买饭店的住宿券。对，来逛逛，大家闷那么久了，对不对？出来走走啊。日月潭呀，好风光。那现在国内疫情趋缓哦，虽然出国旅游还是有限制的，我想这个。国内旅游应该还是会很快的就恢复，所以我也觉得在疫情趋缓的现在，你知道哦，如果疫情没有问题，还是国内旅游就给它尽量展开。有很多那个伯伯跟那个阿姨有先拿了 flyer 参考，希望透过此次旅展可以帮我们带来，针对第四季跟明年带来2-3%的业绩营收的成长。因为这是疫情趋缓之后的首波旅展嘛，所以也希望说至少可以帮饭店提升30%-40%的一个营业额。当然是非常期待，因为饭店餐饮业在这一波的疫情真的是受伤的非常严重。对，然后也欢迎民众到旅展现场来支持我们。